派出所，看见了吧？看见了吧？我要是杀人藏尸，我劫个钻石、珠宝、项链什么的，我要这东西，我有什么用啊？陈先生，你先不要激动，我们叫你来呢，也只是配合调查一下，也没说你就是杀人藏尸啊，是不是？你们刚才话里话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再说一遍啊，我没见过冯丹。 这箱子怎么来的？为什么到我们家来的？我真不知道。你为什么删掉冯丹给你的微信聊天记录？我个人习惯定期清理内存，行吗？那为什么别人的记录你不删，只删冯丹的记录啊？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就老实告诉我们。工作关系，他是甲方，我替他干活。 我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下。他老公打他，我就让他在我们家住了几天养伤。这不违法吧？非亲非故，他挨了打不回娘家，不找朋友，为什么去你家？对呀、啊，这你们应该去问这韩晶晶了啊！他自己干的事儿，他还有意思先报警啊？他说的话我们已经记录在案了，我们叫你来只是想听听你的说法。 你就不要有抵触心理，把你知道的东西都跟我们说清楚，帮助我们早日找到冯丹，这样就行了。至于你说他遭受家暴什么的情况，他报了警，我们自然会提供帮助嘛。行，警察同志，我没见过冯丹，这箱子怎么来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也没见过冯丹，也没有快递，这箱子是自己长了腿跑到你家去的。对呀、啊。 进。他说他是证人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好，我作证，那个箱子真是自己跑到他家门口的。这边。
一直不接电话呀，应该没事儿。估计躲他老公呢。哎，你说他留过那些东西，算是什么意思？按本来说他应该有个什么朋友闺蜜什么的吧，应该留给他们呀。留给你，哎呀，这声明对你的感情还是不一般呢。闭嘴吧你，这时候还掺和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事儿怎么样了？ 醒了醒了醒了！哎呦，怎么在这里吗？啊，帮我！哎，可，嗯，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了。哎呀，你可真行啊，何佳茹。我怎么在这里吗？怎么在这里？自己好好想想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没人呢。我可没看着你老公啊。哎，要不你自己找找，他是不是在哪个抽屉里睡觉呢？ 你怎么不叫我呀？我们一会儿迟到。怎么样了？这是我找到的一些资料，你看一下。我确认过了，何佳茹比方文斌低2届，俩人都是校广播站的播音员。方文斌当时还是文学社的社长，何佳茹也是文学社的成员，两人经常一块儿读书写作。 共同出社刊，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俩是一对儿，但是方文斌毕业以后，俩人的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我昨天在他家看见照片，发现他们是校友的时候，我就怀疑，之前我跟方文斌喝那么多次酒，很多次提到，学妹、广播站、大眼睛、没心眼，这么多关键词。 原来何佳茹就是方斌的白月光啊！没想到我身边还有这么一个宝藏。我叫你，昨天晚上我跟你老公两个人搬你，你还撂蹶子呢。还好啊，有这个睡袋在。 要不然我这把老骨头在不在都不知道了。我说何佳茹啊，你是怎么嫁出去的呀？我是不是您亲生的呀？你说这叶一凡造了什么孽，就娶了你了？赶紧的哈，刷牙洗脸，出去吃早饭了。嗯。佳茹啊，醒了吗？地址我发给你了。 我办公室在51层，10点半到我这儿，我们聊聊纪录片合同的事儿。爸早。妈早。你爸呢？不知道。谁看见我手机了？在这儿呢。 家主啊，醒了吗？地址我发给你了，我办公室在51层，10点半到我这儿，我们聊聊纪录片合同的事儿。看成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还没吃早饭呢，不吃了，去见财神爷。庆庆公，让您见笑了啊！他小时候，我绝对不是这么教育他的。
他是酒后无德，随他吧。怎么还在背后说人坏话呢？哎呀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快走吧，别去晚了。喂，佳如姐，合同模板？什么合同模板啊？真的，太好了！哦，好的好的，我马上去找法务要一下。Yes！ 哎，你们从哪儿来啊？派出所。陈涛，吃点。我先回家补个觉，回头聊啊。啊，不是，瞅啥呢？走啊，上车，送你去公司。我叫的车现在都没到，我都快来不及了。你们去派出所干什么呀？那冯丹又离家出走了，她那老公报警说是被陈丽给拐跑了，这派出所叫陈丽过来配合调查。那结果呢？没结果，就等消息呗。今天的状态不错呀，还行吧。干嘛不多睡一会儿？起来去公司干嘛？还睡呀？啊，赶紧的吧，宋总约我去谈合同。谈什么合同？你不是去上班吗？投资啊。不是，你跟小山你们俩忽悠人家。你是想让我大声夸你吧？啊，夸你厉害，夸你干得漂亮。不是。昨天晚上的事儿，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记得，知道我喝多了，但我又没哭又没闹，也没耽误事儿。你看人家还约我谈合同呢，说我早上起来怎么在睡袋里啊？也挺好，至少不着凉。我比以前进步多了。哎，老公，你跟我讲讲呗，我昨天到底怎么忽悠宋晓的？人家怎么就约我谈合同了呢？我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剧组正式进组了，是拉到投资了吗？当然啦！耶！你再跟我说一遍，宋总怎么跟你说的？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。哎呀，你听他微信。啊，夏茹啊，醒了吗？地址我发给你吧，我办公室在51层。10点半到的，收起来。不是不信这个，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事有点怪。他怎么突然又决定投资了？怎么就怪了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是不看好我的项目，还是不看好我呀？人家投资怎么了？人家投资说明人家有魄力，有眼光，慧眼识珠。行，有人到了地方，我陪你一块上去啊。看，不行。为啥？你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怀疑的气息。你是不是觉得独舞江湖不值得1000万投资？你觉得我忽悠人家，把人往火坑里推？我本来就不自信，你应该鼓励我。我鼓励你啊，我看好你。一会儿到了以后，我陪你一起上去。我也不多说话，我就站在你身后，给你装装阵势啊。不行，你不许跟着我，不带你玩。等我停好车，我陪你一块上去。我不。哎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您好，我去51层庭园地产。您找谁？宋总。请问您有预约吗？约了，10点半。请问您贵姓啊？我给你打电话确认一下。我姓何。宋总的客人，何女士，预约10点半。好的，好的。
谢谢。给里面请。哎，佳茹，宋总，过来过来。你来了，我的球运就变了。宋总，昨天晚上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你会打高尔夫？哦，很少打。以后咱们有机会啊，好好切磋切磋。我这一上午啊，没打几个好球。你一来，我的运气又来了。我就说嘛，你是我的福星。喂，姐夫。哎，小山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那个昨天我们散以后，你又跟宋总联系了吗？没有啊，文博接上我，我睡了一路，回家继续睡了。那散之前，我说散那个点儿啊。是不是那个宋总被泼了一身？我记得。对呀，他袜子都湿了，那裤子上也都是酒。那我昨天有断片，中间睡过去过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，姐夫？那我就奇怪了。什么奇怪了？那昨天那种情况，那宋潇怎么还要投钱啊？那宋总是个商人嘛，他肯定觉得我们这个项目能给他赚大钱、出大名。姐夫，我正好在忙，我先挂了。还能怎么想？就是想泡佳茹姐呗。谢谢啊。哎，佳茹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来来来。啊，谢谢啊。没事吧？这位是？哦，我忘了介绍了，这是我老公叶一凡。宋总，你这辈子有没有遇到过你征服不了的女人？文斌现在巴黎进修啊，单位公派半年，再有一个月就应该回来了。是吗？他可真厉害，我们在学校的时候，他英语就是最好的。学校搞国际交流，他都是和老师一起去接待。我记得那会儿，他还自学了日语，现在又去了法国，那法语也应该会了。缘分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啊！你说，如果不是我昨天去你们家，不是正好看到那个照片，我到现在都没法把你们两个联系到一起。不好意思，宋总，我昨天断片了。哎，我八卦一下。嗯。你当初为什么要抛弃文斌？他那么优秀又那么帅。没有这回事儿。他有个皮尔卡丹的钱包，用了20年了，还在用，说是前女友送的，是你吧？啊？皮尔卡丹，我记不太清了。那你可真有点渣呀。
哎，你好，先生，您是这里的员工吗？没有，我上来找人。啊，那不好意思，麻烦您到前台办理一下登记。好。哎，你好。啊，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我想上那个51楼。啊，那个，找谁？找宋总，宋湘。先生，你先做一下登记，我打电话核实一下。哎，你先别打。那个，我再等个人过来一起上去。啊，好。钱包这么敏感的东西，对男人来说就像是领带和腰带一样，那是定情的信物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在学校那会儿，我们两个宿舍搞了一个新年联谊会，男女生互送礼物。我爸有一个钱包一直没用，我就给带去了。那个都是随机抽送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那钱包究竟在谁那儿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哎呀，这真是个悲惨的故事。没名没分，自作多情，还单相思，这比被前女友甩了要惨一万倍。不是，我们都在一个广播站，有很多交集，学校里可能是有一些传闻，但是我们两个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方师兄也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喜欢他的女孩多了，我根本就排不上。你这么确定？啊？那你说，我对你有意思吗？啊，哦，宋总，那个合同模板您收到了吧？你好，拿个快递。我也有一个。这宋潇怎么忽然要进军影视圈了？火急火燎的让我帮他过合同。老板不是要泡那个女明星吧？不是，刚进去的那个人不是个女明星，看着岁数也不小了，是个纪录片的制片人。宋总那么重口啊？您的快递，谢谢。走吧。你知道初恋对一个男人的意义吗？你不知道。其实你们女人才是最喜新厌旧的动物。恋爱的时候海枯石烂，分手的时候要死要活，但只要一周，或者最多两周，就又花枝招展的出门了。如果再遇到一个还不错的男人，就觉得自己之前眼睛瞎了。不管之前轰轰烈爱多少年，宋总的情感经验是真丰富啊。不过我跟师兄真的没什么。哎，我已经翻篇了。啊，你不是薄情，你跟其他女人不一样，你是粗线条，我信。我工作的时候还是很细致谨慎的，请宋总放心。我什么时候对你不放心了？哦，我们的投资合同您应该已经收到了，有什么意见？我们要不要逐条过一下？不用了，照你们说的办。我已经给法务说了，进入到公司的审批流程，让他提的加急，不出一周左右，应该可以付首款了。这么快？啊！谢谢宋总，谢谢您的信任，真是太感谢了。我昨天虽然喝多了，但我还是要敬您一杯。监控中心，并且监控穿格子衫那个人。
宋总，谢谢您的信任。哎呦，别别别，是你给我机会啊！这么抢手的投资份额，领导开机给我让出来了。总之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咱们之间不用客气，假如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人了，我以后指望你的地方有很多。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能够帮到您，只要您开口，我一定尽力。有这句话就够了。宋总，呵呵的刘总过来了，那不打扰您了。那我送你。周期呢也特别长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一凡，你们一起来的？不是，我家里钥匙忘带了，我过来找他拿钥匙。哦，对，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找着钥匙，我就把你的钥匙取下来了。我在这儿呢，你不跟我说一下？宋总，要么您先忙，我们自己找找。哎，丽森，去把智能锁的样品拿一个过来。好。我送你们一个礼品，你慢慢在这找。啊。哦。不跟你说什么东西放什么地儿吗？你丢三落四，来我来。不好意思啊。媳妇儿缺颗心，挺可爱的。一凡，这是我们智能锁供货商送过来的产品，带个回去。不用不用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别客气，这个智能锁呢，用的是掌静纹的识别系统，非常非常的先进。这样以后一凡就不用再追着你找钥匙了啊！来，拿着。别客气，来。好，谢谢了啊。谢谢啊，宋总。那行，回去吧，我们下去。啊，不打扰了。好，再见。啊，回去吧，啊，回去。再见，再见。哎，记得把锁换上啊。听我解释，不要你解释。快，哎哎，咱有车。师傅开车。下来下来。完了，真急眼了。这化妆表的，你还满意吗？包起来。好。
嘉如姐。啊，谢谢。嘉如姐。我觉得差不多了吧。哎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全都对着好，效率真好。嘉如姐。姐，你们先散了吧。好。小帅，你过来。你这是干嘛呀？啊，事情还没成呢，就宣扬的到处都是，万一不成怎么办？没有万一，你都闹成那样，宋总都接招了，他不会反悔。我闹成哪样了？你断片了？那姐夫也没跟你说吗？说什么？哎，吴总开门。吴总，恭喜啊，佳如。好，谢谢。看看这副嘴脸，小人得志，这么笨的货，以后踩的狗屎运，有什么可得意的？商学院的资源本应该就是我的。于总，这个份资料需要您签下字。跟平台和宣发说，奔草武林和独舞江湖是两个完全独立项目，他们跟咱们没有关系。我倒要看看，就这么几天，他能搭出个什么草台班子。他还不接，夏如真生我气了，怎么办呀？不对，这一定有事儿。你也觉得不对劲啊？我也觉得这事儿奇怪。我跟你说，这宋潇那小子绝对居心不良。咱俩出去喝点呗，撸个串。走。这去哪家啊？小李家还是兰州拉面？你自己去吧，我去趟旅行社。我老觉得心里头不踏实。你踏不踏实？那冯丹也不可能在旅行社呀，他躲的就是老公。他再回这旅行社，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不是。那不是冯丹在楼上租了大开间吗？我觉得谭晶晶啊，应该不知道那地方，我就过去看一眼。那我陪你。那不用了，我就瞅一眼。你赶紧回去，劝你媳妇去吧。那你小心点啊，叫上物业一起上去，别有什么事说不清楚。嗯，行，我心里有数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那个耽误你下班了。那个我想买一种那个长长的。然后五颜六色那种软糖，啊，您是说的长舌头吗？长舌头，对，在这边。我们一共有九种，请问您都要吗？都要。一共61.2元。哎，这篮子多少钱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是我们的货架。那这样，那能不能借我用一下这篮子？不是，我花钱租也行，明天一早我就给你送回来。爷爷，你看我厉害吧？嗯。哎，开门！我来吧。嗯？噔噔噔！干嘛？什么呀你？糖，我找妈妈。这是给妈妈的糖，这是给妈妈的。别跟着我啊！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电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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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转这边不能搁一边转，转这边了该。哎呀，等你。哦。哎，你是干嘛呢？这是。我来等你。哎，好。给你。我以为你得没脸呢。只要媳妇你高兴，脸我可以不要。给能吃吗？能。啊，能啊。给你。
戴着合适，好看。你找谁啊？我找那个冯丹，他已经退租了。哦，我是房东。那他什么时候退租的？上周三。哦，那他说他搬去哪儿了吗？哟，这他都没说，不知道啊。好嘞，谢谢。哎，哎，你今天怎么那么主动啊？啊，我正好给你发信息呢。老公，我要跟你道个歉。道啥歉？嗯。你别吓唬我啊！你是不是外面有情况了？怎么脑子里尽是这些啊？只要外面没人啊，什么事都行。来。我昨天晚上喝多了。就这事儿啊，早习惯了。今天小山他跟我描述了一下，你说我那么失态，这一大早的，宋总还把我叫过去签合同，换作是谁，谁不多想啊？你终于明白了。明白啦，明白啦，老公。这宋总啊，看着可能不太良民，但是我也不傻呀。我跟甜甜分析过了，他呢，可能就是属孔雀的，就喜欢成为人群中的焦点，见着异性就开屏，也许也没想干什么。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啊，他一点都没提昨天晚上的事儿，一点过分的事儿都没做。这一千万对于咱们来说那是大事儿，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，也许就是逛街一辆车，拍卖会上一幅画。再说了，我们这纪录片好歹也是一大帮人忙活大半年，这要是播得好了还能拿奖呢，多有面儿啊。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，投资是值得的。希望像你说的这样。可能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不过这事儿怎么想都觉得怪。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可能是他迅速选择投我的原因。啥？他认识方文斌。哪个方文斌？就是我们学校广播站的师哥。他呀，不，这里面有他什么事儿啊？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呀？没事儿，别紧张啊，咱们马上啊就到医院了。哎，冯丹，干嘛？松手！冯丹，松手！别动！冯丹。
你这是干什么呀，冯丹？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冯丹，你松手！叶一凡，你别绕来绕去的好不好？你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咱俩好好说，你听我说呀。你就这么说吧，我这么晃呢，我听得清楚。要不我拿大顶去了啊？合着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是吧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方文斌真的谈过恋爱？我要是跟他谈过恋爱，我有什么不好大方承认的？现在又不是旧社会了，一女孩谈了恋爱就没人要了，就嫁不出去了。再说了，方文斌要真追过我，也挺有面的。你说人家学业好，长得也不赖，成个跟刘德华似的，是吧？这种人追我，我有什么不敢承认？打住打住，他，刘德华，我呸！要不要脸啊？我没说，好吧，你听岔劈了。他那就是东施效颦，知道吗？学人歌星唱歌，闭个眼睛，皱个眉头，假装平翘舌不分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水水你大爷水！我一巴掌我扇死他！有点事，爸妈都睡了。他什么时候从法国回来啊？再过一个月吧。那回来你要去见他呀？宋潇应该会传个局吧？那宋潇如果传个局，你就去见他呀？没怨没仇的，我人家安排了，我为什么不见？你可以说你家里有事儿吗？你说你孩子病了，老公不在家，你去不了。我直接说我老公小心眼吐痰，不让我见男同学不得了。发型还跟去年一样，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，终究没派上用场。想收的快递总在路上，秋天又在了，心情也正向，窗外人浪像片海洋，还能不能迎头赶上。时间的手拉着少年郎，不再是来时的匹马单枪。我们曾怎样遍体鳞伤，回忆不会比生命更漫长。好吃的饭在餐桌上光，在窗台上日子过得漂亮。喝一碗热汤，烦恼都化为过场，幸福回到房。我想去城市的灯火昏黄，邀请你跳一曲素履所往。后半夜的风有些微凉，我们的手不能放，好多话还没有讲。彼此的彼此。